哎呦！下一台了，是糖醋吧？我也至于不了，烤炭烤炭，这煮了一锅什么呀？行，猪灵魂，一片两片，不说，行，我这位置行不？猪灵魂，去骨凤爪，凤爪，哇，这小胖手，不好看，花生，再来一个，哎呦，行，挺快，虎皮凤爪。温馨提示：加热更好吃哦。这是卤香的虎皮鸡爪。哎呀，老皮了！他家是人工去甲的，哇，这好大呀！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狼，这里是老公，终于吃上王小五家的这个虎皮凤爪了，心心念念。那天我看他家是热销4000多万的，种草已久，我看好多博主都在吃，终于到我俩了，yes yes， 开心开心。刚才煮的时候已经受不了了，对，我俩在这个螺蛳粉里放了好多五谷鸡爪。这个是虎皮的，有椒麻的，虎香的，还有香辣的。在吃之前呢，我俩先说一下给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嗯，评论点赞里面抽两个小伙伴，每人两包王小卤。对，随机口味的，大家抽啊抽，太绝了！刚才我俩掰的时候，瞬间咔家脱骨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巨喜欢那个虎皮鸡爪，先炸后卤更入味儿。我们家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很便携了。你要下午饿了，拿出来一个。这孩子馋死了，赶紧的吧。嗯，还有黏味儿。我俩放了两片猪肉片，老公点缀的灵魂。他尝尝这五谷的，这个是香辣的。嗯，哇，这肉太厚实了，而且特别入味儿。嗯。里边那个筋特别筋的，然后外面肉是糯糯的。嗯，好弹呀，这个鸡爪好吃。尝尝这个，哇，真的一下脱骨了。行，嗯，握着筋，行。嗯，这虎皮的好吃，这虎皮的好香啊！它里边骨头都有点酥酥的了。嗯，掌心那块鸡爪子心那巨大一块肉，太绝了！绝，真的好吃。直接撕开。还是这么直接吐里，我骨头嚼没了，绝了！嚼着嚼着咽了，老公太可怕了。就说酥吧，骨头给咽了。骨头上挂着筋，就是鸡爪的灵魂，绝！这是筋吗？应该是。这片是不是也咸的呀？嗯，我真的是重度鸡爪爱好者，尤其是能脱骨的。软烂入味，但是又很有嚼劲儿那种。
瞬间脱骨，哇，这筋太绝了，太绝了。我感觉我现在饭量真的与日俱增，一般的那种套餐吃不饱。我感觉椒麻的就藤椒味还挺浓的，然后嘴里稍微有点点麻，吃着特爽。老公吃这香滋滋的。我买的是什么低脂芝士片啊？真不好意思，有点空。谁吃前头算谁的啊？碗有点沉，我感觉他们家鸡爪就是热着吃更糯一点，然后你要直接及时的那种吃的话，就是更弹一些，筋的，我看他们好多博主就是用辣酱炖着吃，我觉得就这么直接放微波炉里加热也挺好吃的。还是软硬了啊！对虎皮鸡爪感兴趣的小伙伴，可以去王小鲁旗舰店给客服报老公老狼，就可以领优惠券。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，大家记得充福利哦，拜拜。暗示。我俩，你俩可真同步啊，好默契啊！一人这样，一人这样，绝了！这也是一种默契。行，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